真系嘅？你真系要结婚？59岁嘅吴艺将因为健硕嘅身形，获得三级片导演垂青，而家已经淡出香港演艺圈，转往内地发展。喺佢最新发布嘅影片入面，佢完美饰演一名慈父，非常好戏。而演开变态角色嘅佢，喺现实生活入面亦都系个暖男，同太太非常恩爱。佢仲透露自己得闲嗰阵最中意抄写心经。